文章来源：法广。哈马斯枪手轻而易举攻入本以为防范森严的以色列南部。以色列强力复仇之际，本国舆论仍然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迟钝愤怒不已。一个让他们困惑的问题是：军队做什么去了？警察、情报部门到哪去了？他们以为自身很安全，却发现自己受到数百名武装伊斯兰分子的摆布，忍受伊斯兰分子在本国南部散布恐怖。 最令人担心的是，没有人在这场让军人和政客措手不及的袭击前发出警告。哈马斯发出如此规模的行动，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准备，居然国家安全局、新贝特与军队的情报机构毫无发觉。以色列前海军司令伊莱马龙认为，这是整个领导层的巨大失败，一场灾难，一个巨大的耻辱。军事评论家没有足够严厉的言辞来谴责这一惨败。 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和孩子，还有老人在加沙被哈马斯当做人质疯狂抓走的视频和照片。法国《世界报》从特拉维夫发来的报道说，以色列人认为这一惨败让他们想起1973年的十月战争，而且哈马斯这次恰好选择在十月战争次日发动突袭。以色列当年已经遭叙利亚和埃及出其不意的包抄，在以色列国防军反败为胜前造成重大损失。 这两种情况都显示，以色列的领导人受制于某种观念，这种观念导致对敌人意图的判断完全错误。比如，以色列官员认为哈马斯没有任何大规模地面入侵以色列领土的计划，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绝对控制的加沙走廊会遭到大规模报复。然而，伊斯兰分子袭击了防守薄弱的以色列军事哨所，在以色列现代化坦克前游行，然后发起进攻，在加沙地带附近播撒死亡。 更糟糕的是，他们能够在没有以色列空军干预的情况下，带着人质安然地撤回加沙。第二个错误是自以为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领土分隔线树立的极其复杂尖端的安全围栏牢不可破，被介绍成是无法通过的天堑。工程耗资十亿美元，采用了最新的高科技，应该说杜绝了敌人通过隧道渗透以色列领土的任何企图。不料，哈马斯采用了最简单的手段绕过了障碍。 他们驾驶推土机、货车，甚至汽车撞开了栅栏。甚至不久前，在一个短暂的紧张局势过后，以色列官员以为将发给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的工作证从一万八千增加到两万份，可以让资金短缺的哈马斯安静。事实恰恰相反，所有被以色列方面视为缓和的指标结果证明是错误的。哈马斯为什么选择在十月战争次日发起进攻？以色列媒体分析。 哈马斯此举或许旨在破坏正在为沙特阿拉伯承认以色列举行的谈判。哈马斯心知肚明，攻击以色列后会招致严厉的报复。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房屋被炸毁、人员伤亡的画面会阻止沙特王储萨勒曼继续与以色列谈判，否则会激起本国臣民的愤怒。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切的问题是，情报部门对哈马斯意图的失败判断是否会在与黎巴嫩和叙利亚接壤的北部边境等其他更危险的地方重演？真主党已经做好开战的准备，更不用说伊朗这个犹太国家的头号敌人，他拥有核计划，在叙利亚具有强大的军事存在。